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837集的播出。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绿财神的心咒，祝大家发财吉祥。降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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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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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巴拉降苦说，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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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巴拉降苦说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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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降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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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为大家播放的是绿财神心咒。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嗡占巴拉。江古说啊哈，嗡江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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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古说啊哈，江古说，嗡江巴拉，江古说，嗡江巴拉，江古说。嗡占巴拉降苦说，嗡占巴拉降苦说，祝大家发财吉祥。占巴拉降苦说啊哈，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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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巴拉降苦说啊哈。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降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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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希望有分享的加持发财。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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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降苦说啊，嗡降巴拉降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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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哈！降苦说啊哈，嗡降巴拉降苦说啊哈，嗡降巴拉降苦说啊哈，嗡降巴拉降苦说啊哈。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嗡占巴拉降苦说啊哈，
红姜麻辣酱不刷啊，酱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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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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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 Mala Jam Pu Sa 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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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 Mala江不说啊哈，红江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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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不说啊哈。酱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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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一起分享按赞我们的贴文。酱巴拉酱骨刷啊哈，红酱巴拉酱骨刷啊哈，红酱巴拉酱骨刷啊哈，红酱巴拉酱骨刷啊哈，Om Jam Mala Jam Pu Sa 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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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Mala Jam Pu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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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 Om Jam Mala, Om Jam Mala, Jam Pu Sa 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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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 Mala, Jam Pu Sa Aha.Om Jam Mala Jam Pu Sa Aha Jam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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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 Mala Jam Pu Sa 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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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Pu Sa Aha Om Jam 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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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Pu Sa Aha Wow Jam Mala Jam Pu Sa 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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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Mala Jam Pu Sa Aha Jam 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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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837集的播出。
这个财神咒大家都比较精神，对不对？哇，给个掌声！祝大家福慧增长，能够发财吉祥。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陈玲玲、胡小丽、水莲啊，钟梅汉啊，那个郑明达、胡小丽、杨梅赖啊，俊雄。还有惠仁令，熊基卷，还有林秀英、Henry Cha、Lisa 卷、张富创、Lotus May， 用美来林轩厚，还有这个 Amy Young、邱焕纯、龚修记啊、张妙容、Diamond 的功课 ，Dicky Finn、Ganny 卷、徐宇芳、Ethan Low， 还有这个John Hong Wong 啊，还有林心诺、John Hong Wong。张丰丽，还有故事金世杰、邱焕成、张素珠、陈乔峰、黄玉珍，还有这个明光令、张丰丽、盛雅珍、Lisa John， 还有张素珠、盛雅珍、黄传义、Lisa John、阿 Ben Lin、Amy Yong、东娟炫、Ben 煎蛋、喵炫、Alan Wong、Margaret Jo、王国慧、阿 Ben Lin， 还有这个曾玉婷。Min Jo、Joe and Lo， 还有 Lisa Zhang 王国慧的功课 ，Lisa 林玉珍、玉云，好，还有哇啊 ，Dong Min Jo、徐月英、曾玉婷，啊，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好，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了，好，如果呢你喜欢这个财神咒，等一下那个看重播，还会有这个。这个财神咒哦，绿财神，至尊讲绿财神是最容易相应的，因为呢比较少人去求他。如果你想要修他的咒啊，修他的法呢，可以写信到西雅图祈求师尊加持啊，给你摇冠顶哦。我们来看，这个上一集，这个我们的资料，哇，得到菊花证书的哈、哦，八月九月的。有莲签、莲花梅莲、莲花经殿啊，那莲花证书的哇，已经念完百万遍的咒哦，莲花金光、莲花圣吉哦，谢谢他们哦。每天这个都有人那个念经咒的。好啊，上一集同伴的留言，甘波利讲哇，这个昨天有看到什么？这个看到这个新闻，那有一些人这个意外这个过世的。那他都有给他念这个报名超度的啊，彩娟讲要密法成就，要了生脱死，从头到尾都是要有证件，不过那个证件是正确的证，正确的证，然后见解的见啊，把每个众生都看成是自己啊，把众生看成是莲花童子。用没来，我只相信师尊，其他外道从来没有去参与，也不相信这些神通。昨天在这个智慧的光环师尊呢给我们指示哦，一直教导我们要证件，不要贪这个神通。 Richard 俊讲这个密教的证件呢，正确的见解呢，就是一个根本上师，一个根本本尊，一个根本护法，不要贪着神通。通灵，通灵不能开悟，不能乱通灵，那个乱通通灵，然后通的都是鬼灵的。这是上一集的，还有昨天的金头脑啊，这个答案要密法成就，要了生脱死，从头到尾都是要有什么证件啊？答案是证件啊。今天呢，金头脑的提问是什么？如何是真正的金刚阿舍离啊？等一下，我们在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呢。智慧的光环师尊会讲很多，很多我们所能够观察的，你就知道了。好，接下来真佛天空新闻台，这个新闻报道时间，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冲击，流感疫苗需求量大大增加，现在是秋冬之际，秋天跟冬天。可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热带国家，它呢一年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热，一个是更热，一个是热季，一个是雨季，对不对？
但是呢，其他国家它还是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秋天凉爽，冬天哦就会非常的寒冷，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寒冷的这个天气很适合病毒啊，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病毒的居住哦，让它这个被非常的兴旺。所以呢，啊，现在欧美各国、台湾啊那些有这个秋冬季节的国家，开始要他的民众来注射流行性感冒疫苗，又简称为流感疫苗。我昨天去打针了呀。好，那今天呢去抽血。今天为什么抽血？每一年都要验一下，对不对？自己的胆固醇、自己的糖化血色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体质怎么样，有没有达到一个均衡点？你们每一年要做健康检查，这个很重要 哦，这个一定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流感疫苗需求量大增了。以前没有想要注射流行性感冒疫苗的民众，这一次大家都开始要来注射了。我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你们呢如果这个尤其是有四季的、有秋冬季的国家地区哦，赶快去注射流感疫苗。所以多年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在强调接种疫苗在保证孩童健康上的作用，以前是针对小朋友，可是现在呢，哇，年轻人各个年级各个阶层的人都要注意了。台湾呢是50岁以上的公费，就是这个台湾有健保制度，健康保险每个人都有交健康保险，好像每个月快要1000块台币哦。所以呢我们的公费呢就会由健康保险来扣的，所以呢每个人打疫苗50岁以上的每个人只要付100块，其他是学生哦，就是公费哦。那自费的话可能要将近1000块或者1000多都有的。然后12月份还有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你是来对抗这次的，希望能够对抗新冠肺炎哦，因为新冠肺炎算是一种变种的，那但是原始的肺炎疫苗多少能够挡一下。这个台湾的肺炎疫苗65岁以上的是免费哦，其他的呢要自费的话呢要一个疫苗大概要3300-3400哦，大家可以去衡量了啊。流感呢，流行性感冒每年造成美国1万到6万多的人死亡哦，那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避免流行性感冒、新冠肺炎疫情两个病毒的夹击，专家预测今年流感疫苗将会大幅的增加，大家这个都在准备需求了，民众也这个需求了。那这个美国呢是呼吁6个月大的以上的都要施打，施打疫苗。你说慧君上次打的疫苗怎么样？头有点痛痛的，有点拉肚子，不过那个是正常的副作用。大部分的人没有这种副作用哦，所以呢还是可以的哦。那你们如果不清楚要不要打疫苗哦，可以呢在预约的时候跟医生讲一下，请医生来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慢性病的病史哦，啊，做一种增减调整哦。好，疫苗正一批批的运送哦，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 感染部门主任他认为今年人人都想接种疫苗，时间可能还会再继续的提早了。好，制药巨头赛诺菲供应全球将近2亿5000万剂的疫苗。我这次呢我们在台湾的大概有3种啊，那前2种疫苗流行性感冒的疫苗是由鸡蛋的蛋去培植的，那第3种是德国的用细胞去培植的，我打的是细胞培植的。但是呢在接种的护士医生，我们在这个跟他挂号的时候，他会问你会不会对蛋过敏哦，所以呢你要注意一下哦。那这个国家传染疾
疾病基金会专家，他讲流行性感冒的疫苗没有办法预防新冠病毒，但是有助于避免肺炎、住院跟死亡。虽然打了疫苗，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防疫，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每年的病毒可能也会变种，也会变种。那这个专家呼吁大家多多跟医护人员这个了解，这个密切跟医护人员关系这个联系，除了生病能够尽快看诊，如果医师熟悉你的病史，就会透过电话跟线上的治疗。台湾的情况呢，你只要有健康保险的健保卡，对不对？那那个到了诊所，它是你以前过去的生病的记录都会出现，医生就会了解了。这个是台湾的比较方便的地方。好，那大家呢专家呼吁大家留意最新疫苗接种的接种的这个资讯。九月十月是接种疫苗的好时机，九月已经过了。所以十月份如果想要接种流行性感冒疫苗的，赶快哦。第三呢，过敏发作初期及早症状及早治疗，症状加如果更加严重的话就要吃药。那有的人会有过敏的虽然会引起上呼吸道或者改变嗅觉你鼻子闻的嗅觉，但是不会引起发烧。接种疫苗有的人会有一些副作用，有的也会有轻微的那种感冒的症状。那我有问过医生，医生讲说吃一下普拿疼就好了。说那个其实它只是一种这个简单的副作用，其实不会影响身体很大。第四呢，量体温是来区分过敏跟流感的好方法，也是医护人员诊断的指标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戴口罩，勤洗手。如果有任何呼吸道症状的要留意哦，注意你有没有呼吸道症状的要赶快这个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好，下一个新闻，空气污染不只是影响你的呼吸道竟然也会眼睛中风，危险因子严重，恐怕会失明。你知道那个有脑中风，有心脏中风，还有什么眼睛也会中风，你没听过吧？台北台湾的新闻，台北荣民总医院眼科跟国立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及这个桃园中立源治大学，他们合作结合了台湾健康保险资料库中央气象局603个气象测站观测站及环境保护署78个空污测站资料，大数据分析发现了，无论在台湾那一个都市，当一周之内空气污染大数据突然增加了10亿分之1 EPPB 他们的单位，发生眼睛中风的几率可能会提升 1.1 倍，也就是其中以三高，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高或是年龄你的年纪大于65岁的老人家发生这个中风发生的眼睛中风的风险会更高。因为这个空气污染竟然也是眼睛中风的危险因子。哇，这个重大的研究已经刊登在美国眼科医学这个会所属的顶尖期刊眼科学，引起全球读者重大的回响，广大的回响了。好，那所以呢，他讲说这个中心视网膜动脉阻塞又称为眼睛中风，眼中风是因为你眼睛的视网膜最重要的血管之一，这个视网膜突然被血栓塞堵住，导致视网膜瞬间失去血流供应。我们有一些同门他是有糖尿病的，糖尿病呢，除了验血糖，对不对？之外呢，还要检查眼睛，还要检查骨骼，眼睛有没有视网膜病变，骨骼有没有骨质疏松症，甚至检查心脏检查一些怕有一些并发症。所以眼睛是灵魂之窗，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眼睛呢，血管组织堵塞了，会让眼睛失明。病人通常突发性的没有疼痛，却严重的视力丧失，看不到了。哎，然后呢，所以治疗的方法是降低眼睛的压力，叫降低眼压、血管摄影，并且用这个眼睛的动脉。血栓溶解术，用这个科技把这个眼睛里面的血管由血液栓塞的地方把它打通，高压氧雷射血栓溶解术，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治疗方法，只是呢预防提及这个重要的。然后三高，对不对？三高，我们讲的三高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三高及不良习惯的人会增加眼睛中风的风险的。我们现在年纪很大了，都会迈向中年、迈向老年，身体的血管会比较脆弱。现在全球几乎呢，西雅图现在空气不错，但是亚洲地区还是空气污染很严重。空气污染居然如果它增加了一个程度，也会这个造成这个眼睛中风的危险。那另外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抽烟、脑中风、颈动脉，你的脖子颈动脉，冠性病、心脏病，这些呢，还有这个血液凝固异常的疾病呢，都会影响眼睛中风的疾病呢。所以有一位67岁的苏先生，因为他高血压还有冠性病的这个历史啊，病史，那有一天突然右边的眼睛看不到了，哇！第二天呢去看医生，医生就讲，哇，他的右边的眼睛视力只有能够看见眼睛前面30分钟模糊，这个只能看到手指的数目，看不到前面很清楚的。后来给他治疗，后来还是会治得好的。好，关于这个空气污染的，你眼睛有出现异常的症状，要赶快去来，看医生就诊了。好，这个就是这个健康新闻。王国辉的，王国辉的功课，丹 Vivian Ni NOO， 梅莲师姐，今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新闻，说马来西亚那个好像是政府要通过一个议案，说这个如果是开公司的51%是那个股份要归于他们当地的人，是不是，那个当地的马来人，是不是？这个新闻是新的还是旧的？那个可以在线上回应给我吗？侯丽丽好，林轩厚，哇，森耀你好 ，Lisa Jan 你不打疫苗针，托赖上天护佑，那你自己要特别的要注意哦。注意防护，注意防护。我每年也是没有打，不过呢，师尊在最近的有一次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开示，他讲说他其实从来他也没有打预防针，这个流感的预防针，疫苗，但是这一次就是有一个突发的灵感，要打，所以呢，师尊是最近有打。大家可以参考 Melotus 的功课，何香腾、柯丽丽、Coco John Miguel Bong，光良哥，还有季珍，Coco John Jue Leong 吴秀吉、YS Francis Bo , Mandala Ma John Bogey 这个哇，好，还有其他人，在那边念，张平师姐、Jo En Lo、 Lisa John 每天吃的简单，也不吃维他命，身体没有那么多积聚的留在体内，好，大家注意健康就对了。Jo En Lo，陈林珍，上次没听过眼睛也会中风，以三高为主因，空污等，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令人家感觉很震惊，这个是有医学报道的。好，每年师姐转莲花无美的功课，好，佩文你好，还有这个日志俊的功课，每年师姐贴了20000遍的功课，Gary Namaste ，新加坡的，今天呢要跟大家报告的一个这个智慧的光环，今天的题目呢，金头脑的题目是
如何啊、哦、算是这个如何是真正的阿舍离上师？那这个上师有分好像四个等级啊、哦，有分好几个等级，对不对？还有大金刚阿舍离的等级越来越高，还有一般的普通的上师。上师呢要懂得密法，上师要实修实证，上师呢要这个自度度他，要发菩提心。那真正的阿舍离上师到底有什么样的条件呢？你是怎么样去看上师的？如何去看真正的阿舍离上师？以下讲的师尊跟大家讲的，你如果会答的，对不对？答一题两题的，因为他的资料很多，几乎整篇文章都是哦。你能够答几项都是算对的，我们就可以聚分。好，师尊讲呢，其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在传授十轮金刚大法，师尊把十轮金刚大法传遍到哪里呢？亚洲，对不对？亚洲的所有的国家，五大洲，美洲也有，澳洲也有，欧洲也有，对不对？全球五大洲都有十轮金刚大法。那他在传法的时候呢，有没有传承呢？有啊，对不对？普登达尔吉上师亲自写这个亲笔授权，要传这个法呢，这个是很大的法、哦、那师尊的师父亲自授权、哦、他写了一段话，将十轮金刚的法脉承传法授普登奇摩。普登奇摩是谁呢？普登西帝、啊、那个普登达尔吉，对不对？奇摩，其他的奇、哦、那个护摩的摩，普登奇摩就是我们的师尊师公。普登达尔吉上师印证宣布这个十轮金刚大法是由师公普登达尔吉上师传给师尊的，授权师尊去传法、哦、那承传法授普登奇摩是三昧雅的誓约。哇，这个很大的，这承传法授的就是传承真正的阿舍离上师。第一条一定要有传承，传承不是自己讲的，除了师尊有天上的有传承，对不对？有天上的因缘，他自己是大白莲花童子，是阿弥陀佛转世，对不对？还有阿弥陀佛因不托莲华大身大士受密法啊，释迦牟尼佛来受记，对不对？除了师尊大白莲花童子的渊源，还有人间的师父、人间的传承，他都有。然后呢，师尊还讲，除了这个传承之外，他还有什么信物呢？传承祖师的信物，密勒日巴大师的法王帽，师尊有哎，甘丹赤巴，法王衣，大家。教主的法王印，还有祖师的金刚杵、金刚铃、金刚瓶，祖师亲自授予的法本，这些呢都是真正金刚阿舍离的信物。还有呢，什么是真正的金刚上师呢？师尊还有什么最珍贵的两件信物哦？就是甘珠活佛手捏的，那个手捏的土制的金刚手菩萨及金刚亥母这两件宝物，是师尊最引以为傲的。那放在这个供奉在彩虹山庄，这个是甘珠活佛给普登达尔吉上师，普登达尔吉上师再留给师尊的，这个都传承信物。一讲传承信物，不一定上师这条是师尊的，那你们去请师尊，你们去请师尊的画画是传承信物，请师尊的龙袍是不是传承信物？哦，那是不是有传承信物的人就可以带师弘法呢？你自己本身也是，还要有以下的几个条件哦。师尊讲，拥有传承的秘法，我尽师重法实修。真实的产生了正量，所以呢，不是只有传承心物，还要产生正量，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还有更是悲悯众生，发大菩提心，愿意将自己的这个佛理还有修正的心得事法，那弘传到全世界，愿意去担负如来的重业的重事业重担啊，那将生命及时光奉献给佛。好，师尊讲，我对自己的传承有坚定的信念，我对真佛密法有绝对的信心。那这个都是阿舍离的条件哦。哇，有人开始回答了，其实还有，后面还有。师尊讲，我相应的一切法，十万空行母现身欢呼祝贺。你看，哇，十万空行母，我曾经呢，师尊曾经有提到，我曾经贡献一副这个黑愤怒空行母的唐卡，对不对？这个唐卡呢是印尼雅加达伊丽莎白师姐她所做的。她问我说：“那个上师，我要送你们弘法人员哦，这个自己画的唐卡，慧君上师，你想要哪一尊？”那个时候师尊还没有传黑愤怒空行母，我就跟师尊讲，我要黑我就跟这位师姐讲，你可以画黑愤怒空行母给我吗？如果你要送我的话。这师姐真的画好了之后呢，有一天我就把它呈上去供养师尊。后来呢，我们那个师母呢，还有我们几个，把这个黑愤怒空行母挂在师尊的书房。如果你看到真佛不锐藏，师尊在书房作画，师尊的左手边就是那一尊黑愤怒空行母。师尊也有曾经有讲到，为什么我会特别这个注意，就是尊崇黑愤怒空行母呢？因为呢，在马来西亚怡保弘法的时候，有一次到这个佛具店，有一个教派，他们正在好像说，这个有这个让人家请购这个佛牌，这个佛牌竟然就是黑愤怒空行母。然后呢，我去查网络资料，原来这个一心一持黑愤怒空行母，供奉黑愤怒空行母等于供奉十万空行母。哇，这个实在是太便宜了，太珍贵了。所以我是第一次对黑愤怒空行母那个有印象，而且有做了项链供养过师尊的。那师尊他讲，他相应的一切法，十万空行母现身欢呼，对不对？等于所有的空行母，包括黑愤怒空行母，其实也是常常也是师尊的重要的护法之一。所以呢，这个正悟的金刚阿舍离，对不对？真正的金刚阿舍离不是冒充的，他有传承信物，有净师重法实修，有真正的正量，而且相应一切法，而且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而且呢，这个广度众生。所以师尊呢，在最近的开始一直在讲，他呢每次每隔一阵子就会讲什么，讲说哇，这个说有欧洲的人来这个雷藏寺要来护持这个师尊的法会，护持同修，打电话来说下飞机，那个已经到庙附近，可不可以派请法师来接机啊？接机来让他们去庙。法师说我们很珍贵，非常的珍贵，你们自己来吧。哇，这一家人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很辛苦的来到雷藏寺。师尊讲，每次都讲这个故事哦，告诉大家不能够因为这样子阻挡众生，众生所要求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一定要这个尽量去满众生的愿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师尊讲这个哇，他尽量去满众生的愿啊，愿意去荷担如来的事业，尽量要去帮助众生啊，要发菩提心。哇，这个师尊讲他对自己的传承有坚定的信念，对真佛密法有绝对的信心。先问大家，你对真佛密法有没有信心？耶、yeah!
你说什么叫做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为什么不敢参加白事诵经啊？参加了白事诵经，怕会有鬼啊！你不是对师尊有信心吗？那、啊、你为什么怕鬼？哦，你都忘记了，平常都要常常怎么样？有信心，对根本传承要注定，要常常意念，要常常观想，对不对？一日三十，哎，还是六十？意念根本传承，早餐、午餐、晚餐，还有这个傍晚、晚上多几个时辰来意念根本传承，对不对？你这个在诵经的时候，你在回向的时候，你要这个诵真佛经很多遍，十遍，然后呢，在坛城前要跟师尊禀告，我什么时候要去诵经，请师尊你沿路守护我，师尊你是我最好的盾牌，我对你有信心，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是对真佛密法传承有绝对的信心。有的人说，哇，这个王者往生了，没有上师，没有法师，只有我们同门，我们同门念经咒回向给王者，这样子有法力吗？如果你认为这样，你就是对根本传承没有信心，对不对？你对师尊有信心的话，对真佛密法有信心的话，你根本不用想这些问题，你只是一心哦，专心没有妄念的念经，念上师心咒，对不对？念真佛经，修真佛密法，回向，一定呢会有什么传承加持力哦。这个叫做传承信心。好，这样问你，你有信心吗？对不对？如果还怕怕的话，所以刚刚那个，如果有人讲说，哇，这个谁讲说，我对传承非常有信心，对不对？只要把师尊放在头顶，就能够一得到传承的加持力，对不对？那你对传承有信心，你就可以帮忙做法务，对不对？灵炫生要说，根本上师就是是。道的本源，唯独虔诚一直意念，方能获得成就。各位同门，你们对根本传承有信心，对不对？那么呢，以后还要怕白事诵经吗？对不对？还要怕种种的吗？说啊，这个会替代，这个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一大堆借口，怕的要死哦。所以呢，你对传承有信心很好，不是只有对自己，而是呢，你有这信心之后，你也懂得去帮助更多的众生，对不对？这个就是对传承有信心，对传承有信心。你遇到了不好的考验，对这个那个不好的这个人家的这个人事毁谤啊、考验啊、灾难啊，种种不顺，你如果对传承有信心的话，是不是都能够安心的忍辱、安心的通过、安心的忏悔、安心的更精进啊？这个叫做传承有信心，现在你知道了吗？对不对？好，那好，这个呢，真正的阿舍离上师还有什么条件呢？本尊，师尊的本尊现身了，哦，出现了，跟师尊讲，不要拥有自己的寺庙。哇，不要拥有自己的地盘，不要拥有自己的钱，得到地上的一定失去天上的，你连生活佛，你正量具足，大慈大悲，智慧顺发，悟智如来的五种智慧都能够圆满俱全，德行非常的高洁清净，一切生死可了，可以不迷不惑了。哇，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了，不要拥有自己的寺庙。那你看，那么呢，哎，我们真佛宗，台湾雷藏寺、西雅图雷藏寺、彩虹雷藏寺、芝城雷藏寺、纽约金刚雷藏寺，对不对？义如雷藏寺、马来西亚博瑞雷藏寺、怡保雷藏寺，哇，每个雷藏寺都有住持，难道他们是拥有自己的寺庙吗？哦，他们都是来帮助道场，对不对？哦，帮助道场
服务道场。你们要这样看，你们看到他们，哇，你们拥有自己的寺庙，哇，你们不是这个真正的修行人，也不能这样看哦。那这些弘法人员都是在帮忙管理这个寺庙，而心里面并没有执着对这个寺庙这个地盘的执着，对不对？你是因为管理帮助，因为每个寺庙都要有一个管理的制度，不然大家都很乱，那不是很好玩吗？对不对？哦，所以要这样看哦，就是你在寺庙哦当执事，你服务寺庙，但是你没有执着，没有地盘观念啊、哦，你只是在服务众生的，对不对？哦，不要拥有自己的地盘。这个庙只能请我这个弘法人员，不可以请别人。大家呢，各位同门只能这个来我这个庙，不能来其他庙，来其他庙莫名其妙。这个呢，就是有地盘观念，所以呢，不要有地盘观念，然后呢，只是服务各个道场，这个是好的，对不对？所以本尊现身啊、哦，讲不要拥有自己的事，不要拥有这个地盘。不要拥有钱，这个钱呢是你该有的，对不对？你的生活，日常生活的你该运用的可以，对不对？但是过多的讲神通，然后卖这个贩卖如来哦，这个在戒律里面有个叫贩卖如来，讲这些神通哦，讲这些啊，这个夸大的，就算这个帮人家做法会回向定太高太高太高的价钱，我都有听到，对不对？定这个价钱哇很高，那为什么很高？他自己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钱，对不对？钱的这种执着，所以呢、哦、不要太执着这个钱，对不对？好、哦、这个都是真正的金刚阿舍离。如果有人问我如何是真正的阿舍离上师，我的回答，请逐一的一的看这个文章了。好，哎，廖金蝉师姐、小 Jackie 啊，好，那Lisa Chan 穿成加持力重要，还有心中不着念哦，不受自来的猜想，不听不哎，好，那个很多人在回答了，Mohili Hoshi Fridan 啊。Sara Zhou 啊，丢没来，我们对师尊有信心。好，谢谢大家了。那这个文章比较短啊、哦，下一个篇文章比较短，我一起讲。妄自尊大，大家呢都很讨厌那种很骄傲的人哦，认为自己神通力很大，那个这个什么正量很大，自己很伟大，比佛祖还要伟大的呢。哦。你知道在江湖上，在这个江湖上居然有这样的人，妄自尊大，虚妄的妄，自己的自、哦、尊贵的尊、哦、大小的大。接下来一篇文章跟大家介绍妄自尊大。那么呢，某某无上师他曾经对他的徒弟讲，目前世界上是有几位名师，但是呢我就是名师，名师出高徒的名师，你们遇到我不用再找其他的名师了、哦、因为我就是哇，这个很厉害。然后呢这个师父呢这样讲、哦、师尊认为还蛮中道的，还会因为他还会承认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位，但是他是名师中的名师。但是下一位呢有一个叉叉公姓李的，这个姓李的师父李叉叉、哦、他就讲释迦牟尼佛传的法是小的法，我传的法才是大法，古代的人古代是人在修法，我传的法是法在修人。然后呢有人就问这个李叉叉说，现在有谁在度众生？李叉叉讲，就只有我在度众生了，没有别的人了。这个是很好笑的，所以如此呢，所以当然这个李叉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只有他是佛，别人都是魔、哎、他就批评大和尚是魔。哇，他还讲印度塞巴巴是大蟒蛇附灵的，
日本真理教呢是地狱之鬼，然后呢，哇，大陆的气功师、气功的师傅全部都是动物灵的，哇！师尊就知道有一位萧某人、萧某某，他这样讲：我是大日如来的化身，是世界上千佛万佛之主，都圣院只是一个小小的佛，全归我管辖。好了，这篇文章师尊讲说，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是要讲，想说一般人都会怎么讲自己已经得到了、哦、已经开悟了、哦、别人都不好，只有他自己最好，称赞自己，自赞毁他，这个称赞自己好，别人不好、哦、比较谁大，那个越比就是越境界越高。而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学佛修行一定要眼睛睁亮一点，谁在妄自尊大，谁在自证自赞毁他，赞美自己毁谤别人，自赞毁他，谁真正有妙法，谁能够心不散乱，谁又是大觉悟的赢者，隐居的赢、哦、好，那就是这篇文章叫万自尊大，文章比较短，告诉我们要用智慧的眼睛去看了、哦哦、所以呢不要认为哇他很会吹牛我就相信了哦。好、哦、Lisa、哦林子莹，还有这个很多人在回答问题了，马吉林马刘慧芳林拜啊、哦、好，那这个哇很多人在回答问题的。好，节目中间我们来请佛住世，七七伟大的根本传承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我们唱南无华光自在。南无华光自在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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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华光自在佛。我们感恩师尊，师尊您才是真正的金刚大持名金刚大阿舍离，师尊您有传承，有传承信物，师尊您敬师重法实修，师尊您证了十方一切的法，得到十万空行母的观呼，师尊你对佛法真佛密法有信心，对传承道心坚固，师尊您不执着一切的有形有相的，不会执着地上的，师尊您是大福金刚，您拥有天上的一切的，师尊您是最好的示范，我们赞叹您，依止您，我们对您的信心还有缺憾，我们在修行还有不圆满，祈请师尊您给我们加持，能够让我们道心坚固，信心坚固，能够认明，打开雪亮的眼睛，认明真正修行，
跟着师尊的正念，一路一路非常清净而且不弯曲的走到真佛菩提大道。愿你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一切弘法顺利，佛体安康。感谢师尊，赞叹师尊。好，这个很喜欢去赞美我们的师尊。现在你知道怎么样赞美师尊了吗？就是你把师尊的文章读了一遍，读了一遍之后，你就知道师尊有哪些的优点，哪些的这个你没有这个特别发现的。然后你在读师尊的文章啊，有读第一遍的，有读第二遍的，有读第三遍的，或者一个字一个字去仔细的咀嚼，仔细的去嚼。你吃饭呢，吃得太快，你伤到肠胃。你吃饭了一口吼，多嚼几下，嚼得很细，你的肠胃吸收就很好。读师尊文集就是要细嚼慢咽，细细的去看里面的文字，师尊的意思，当中的主旨，当中的思想，当中师尊有哪些的特点，就是你去赞叹、奉请、赞扬、祈请根本传承的文字了。好，下一篇呢，跟大家介绍《活佛之歌》第三册。哇，成佛，成佛的三个条件。哇，刚刚谁在忙着修法？好，欢迎已经亮亮。好，成佛的三个条件。那这一次呢，这个是有哇，弟子问什么？这同门问什么？有着师尊的龙袍要穿着修法好还是供奉好？如果真的有生重病你再穿哦，对不对？那个生的那个重病是很难预防的，那你就穿然后呢不要走在街上，我是把它供奉起来那如果临终有人临终了可以穿这个龙袍，有请那个穿这个龙袍就是得传承加持，得到传承加持的龙袍的感应有很多，师尊有写在书上的。好，那个成佛的三个条件，最近呢有弟子就问师尊中阴成佛对不对？哇，那个像我昨天跟大家报告的对不对，我们的莲灯上师、莲信上师中阴成佛。什么叫中阴成佛？他的气脉要很清纯非常的精，非常的清净，非常的纯真，非常的纯洁，心灵当然也要很纯洁，对不对？但然后呢，他的元神临终的时候呢，他的命气从顶窍出去，看到明点，看到金刚链，看到金刚木，最后整个命气、整个元神融入到明光，而成就佛道，叫中阴成佛。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是师尊用实修的方法来告诉大家。那成佛有哪三个条件呢？哇，所以呢，弟子问为什么成了佛还要来人间管理人间的事情？有人这样问，师尊怎么回答呢？佛是由人成的，对不对？像释迦牟尼佛以前是悉达多太子，知道了这个有这个人间的生老病死，为了这个超脱人间的生老病死，他毅然放弃了他的悉达多太子的王位，而去雪山修行，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而后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佛是由人去修成的，人去成就佛，他当然跟人有关啊。所以呢，他还是管人间的事情，意思是这样。你必须要把这个人间的事情完全看开看淡。好，成佛的三个条件，它在过程里面，它由人然后去这个看透人间的事情而修正的，对不对？所以成佛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出离心。如果你老爸很有钱，你会出家修行吗？你三餐不愁吃不愁穿，
又开轿车，又娶漂亮的老婆，房子有好几栋，钱呢这个算钱，对不对？哎，这个事少钱多离家近，哎，然后呢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人家加班你加薪水，人家加班你加薪，对不对？算钱算到手抽筋。你如果是那种福报很大的，你会想要修法吗？你会想要出家修行吗？哎，哇，甘风丽讲真正的修法啊，实修的行者一定要有正，有坚定，哎，出离心，哎，哇，出离心，还有不会贪着世间的名位、钱财、市场。谢谢你的回应，大家也可以写下心得哦。好。那所以呢，这个呢，出离心，像释迦牟尼佛那种福报很大要出离的，真的很少，对不对？那那个，前一阵子那个农历七月，有人讲这个欧巴，韩国的这个，最伟大的欧巴是谁？地藏王菩萨，以前是金乔觉太子，对不对？金乔觉太子从韩国来到安徽九华山。出家，对不对？还有这个好像是在印度啊，印度一带的啊，那个观世音菩萨是妙善公主，哇，那些这个非常福报很大的，哎，能够发心出家，那个是大善根器的。那如果不是大善根器的，有钱人就跟着他的有钱，哎，这个有钱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下去了，对不对？啊。是不是上师家子这是什么东西？哎，对不起，请问的啊，哎，谢谢，是不是上师家子啊？啊，请问你在讲什么呢？你爸爸很有钱，能不能休息？你是去上班当交朋友，休息哦，不是休息，是修行，哎，修行。好，那我们再继续讲。所以呢，出离心，哎，一般的，所以呢，你在那种刚好能够吃得饱，能够过得去的，对不对？然后呢，也有苦也有乐，然后你这个在修行，进入到修行，大部分福报大的他不一定修行，除非是大根器的，福报大的都大部分在享受福报而已。好，那是呢，成佛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出离心一定要有，要证悟佛道啊，对不对？莲灯上师他自己也有他的福分，可是呢，时间到了，就算他身体生病的肺癌末期，对不对？肺腺癌末期拖了好几年啊，拖了好几年，可是呢，他能够在医院哇，全身插着管子还能够禅定，全身插着管还能禅定，他表示他已经能够超脱生死了。对自己的身体不执着，那个也是一个出离心哦。哎，其实他这个能够证到他这种境界，不惊不恐不怖的，哎，生了重病癌症还没有颠倒，还没有恐怖的，还没有退到心的，这真的是正量很大，很厉害的。这是出离心，所以出离心呢，对身体的不执着，对家庭的，你最爱的，哇，最爱的。宠物，最爱的小孩，最爱的事业，最爱的家庭，最爱的执着，哇，全部都能够放下，对不对？这种出离心。然后第二个呢是菩提心，菩提心刚好跟出离心有点不一样。菩提心呢就是关怀众生，去帮助众生，愿人人成佛，这就是菩提心，哎，对不对？所以那个，越成就越大的，对身体。对自己自身的，自己拥有的越不执着，越能够舍，所以师尊讲什么，这个本身碎骨度众生，即使被人家毁谤了，对不对？师尊这次讲新加坡的姚中，把师尊的照片贴在马桶给他尿尿，呵呵，但是师尊还在回向给他，对不对？他这个已经是造了很大的业，哦。在网络上批评回谤师尊，但是师尊原谅他，还给他修法回向，这种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呢，帮助众生，不是只帮助拥护你的、爱护你的，连这个反对你的、
欺负你的、考验你的，全部都要爱护，全部都要帮助。这就是一种菩提心呢。啊，这菩提心的这个资料有很多。那简单来讲就是自度度他，对不对？除了自己能够清净自己的身口意，还能够把自己证悟的佛法也要帮助别人，这种菩提心。我听说释迦牟尼佛，听世尊讲，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了，他呢走到鹿野苑度五个比丘，五个出家人，五个比丘。哇，这个菩提树下到鹿野苑，我记得师尊讲，相当于用走路的西雅图到温哥华用走路的，请问你要走几个月才会到？可是师父为了度五个人，他用走路走那么远的去度五个弟子，所以呢，你看这个哇，这个谁讲，成就越大，出离心也就越大，菩提心就是爱自己的敌人的也自己的敌人也要爱。天天就要啊，因为去韩国这么重，有很多地藏王菩萨转世啊，这个是说金乔觉太子是出自韩国，所以第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菩提心，第三个是正见，对不对？我们昨天讲的正见，正确的见解。你有出离心，你有菩提心，你爱众生，可是你没有正见，你帮了，你帮错好心，做错事，呵呵，对不对？这个人明明在做邪恶的事情，你要去菩提心还去帮助他，这样对吗？比如说有人去放生毒蛇，这个毒蛇要放生吗？对不对？这个毒蛇就要随其因缘啊。台湾呢有那个出家人专门放生毒蛇，对不对？他放生了毒蛇之后呢，人家就记者就问他，那这个法师讲这个毒蛇已经给他皈依了，他不会咬人。那记者讲说，好，那你把那个手伸进袋袋，看这个毒蛇会不会咬你啊？那个法师不敢，对不对？不是很好笑吗？所以呢，你有菩提心，你要放生，可是你没有正见，你没有正确的见解，你没有智慧也不行。所以正见呢，要有正确的智慧了，要依止师父哦，对不对？正确的学佛的智慧，如来的智慧正见。所以呢，这种哦，所以师尊讲，希望人人能够成佛哦，关怀众生，帮助众生哦，这个就是成佛的最基本的三个条件了。所以佛成就了以后，成为大智慧的觉者，成了佛陀。他有一个法身是入了涅槃的，那个是出离心完全的表现。另外还有不入涅槃的，他就是一个菩萨。这样菩萨就是关怀人间，两个综合起来，他成就的智慧，成就的智慧就是正见，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哇，这个也是师尊特别跟我们开示的哦。你说地藏菩萨他是不是佛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对不对？自证十地我位以来，十地哦，菩萨有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第十地证悟到十地的菩萨就是如来了。地藏菩萨他已经证悟如来，可是到现在还愿意成为菩萨，发了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大愿，对不对？地藏菩萨其实已经是这个无余涅槃，证入到这个佛性空性，证入到无余涅槃。可是他为了众生，他又返回来当菩萨。再举例来讲，观世音菩萨他是谁？正法明如来。文殊师利菩萨，诸佛之师，所有如来的老师，他是谁呢？龙种上尊王佛。我们师尊是谁？南无阿弥陀佛，大白莲花童子，一样转世到人间来，对不对？所以呢，不是成佛在上面乘凉，成佛了之后还要来这个世间度众生了哦。甘崩利润放生，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吓得你想吐，所以呢，
那个比丘尼哦，放生毒蛇在苗栗，造成了他不知道放生了几次了，造成当地他们的居民家里面跑出蛇来，哇，吓死他了，对不对哈？哇，李景煌你好，请问这个谁，上师即使可以有念地藏经，有念地藏经啊，你去这个我每一次贴文都有。或者你搜寻农历七月那个诵经孝亲这个 YouTube 视频，或者在念咒经瑜伽也有，已经贴上去了这个是七月份，今年七月份的有一次了你们可以看这个影片来丽莎居然毒蛇在放生前也要帮他把毒牙拔到他没有毒牙那他以后怎么谋生因生要讲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像在修行上越修越久的时候有种想要出家的出离心的想法，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因素渐渐退失出离心，那该如何保持出离心？你要常常跟师尊祈请跟师尊念请佛住世祈愿文，把你出离心的心愿跟师尊请求，再来就是多念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这个护法咒，像这个不动明王或者慧寂金刚他们都可以加持你这个出离心，护法会让你的出离心变得很坚固这几个方法你可以选其中的来用首先这样新确认好，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地藏经这样子明白吗好，所以呢师尊就讲佛本身是由人去修成的，人去成就佛的，他又具有关怀人间希望人人成佛的菩提心，他还是管人间的事情，这样子解释就算是圆满了。所以呢你成佛必须要具备三个，一个是出离心，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正见正见呢是真正的正不是正量的正，证明的正不是刚刚有人写正见正量的正不是是中正正直的正正见见解的见菩提心就是希望人人能够成佛，正见就是无上的智慧，出离心就是不能够执着人间了。Om Mani Padme Hum，好，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两篇文章了。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我们来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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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直播，感谢师尊佛菩萨的加持。Lisa 居然讲到说放生跟死囚犯的该如何处理那师尊也是不赞成这个把人犯的极重的罪这个变成说去杀这个死囚犯希望给他们还是有这个忏悔的机会所以师尊有在文章上呼吁，我们就是跟着师尊的
思想，跟着师尊的想法。那这个不然的话，他有个怨气啊，也会怨恨，对不对？啊，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回向，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证得佛道。那今天呢，介绍了两篇文章哦，真正谁才是真正的金刚阿舍离，对不对？我们的师尊又传承信物，净师重法实修，对传承有信心，相应的所有的法，一切的法，十万空行母的欢呼，然后呢不执着啊，拥有寺庙，拥有地盘，拥有金钱，啊，尽心尽力的弘法，这些等等等等，都是真正的金刚阿舍离了啊。那下一篇他讲到妄自尊大，我们要用雪亮的眼睛看到谁在自吹自擂啊，谁在妄自尊大，一个讲得比一个厉害，我们要用雪亮的眼睛啊，修行修得越高就要越谦卑的，对不对？好，那么呢，成佛的三个条件，活佛之歌第三册啊，师尊讲到要有出离心，要有菩提心，要有正见。我们谢谢师尊的开示，给师尊救命，爱得噜呀比布灵布灵啊！我们啊，在这里拜托大家帮我们啊，把我们的贴文按赞、转贴、分享哦，也可以拜托大家，也可以看重播，把之前的贴文都给我们按赞、分享呢，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福音哦。谢谢大家。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会员啊，在我们的这个脸书首页讯息旁边啊，有个按键，按下去可以按追踪，就成为我们的会员。最新的影片啊贴文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谢谢大家，给大家么么哒，么么哒啊！好，今天星期二的晚上了，大家晚安，再见哦！祝大家修行成就，阿弥陀佛。